这样的，都是是我们家的专利嘛。你看，这个好了吗？这也好了，好像像你，好像我粉丝好了没有？这些品牌的，这个颜色，哎，寻到你，金色的，给他发过去。金色的，不是金色，错，金色，金色，是不是很奇怪的？啊，你那是啥？很奇怪的这么一个体系。这个是啊，那个。我们家在专利做。 莫兰迪，我很喜欢这个色。我是想问一下你，我想下午给台湾发货，但是这些把西色的板子那一段剪掉，行不行？可以啊。不是说，还是说，可以啊。一定要晾几天，还是也不用？刮起来一天总是很。